老家，我的先祖们就是从这儿翻过长城，在京都开创了名扬天下的百年老店全聚德。谁都知道建筑长城是帝王们的意志，可又有谁知道那段厨子们的历史呢？这个玉雕的小人是我太姥姥缠线用的线拐子，要是他能说话，一定会给我讲好多好多过去的故事。那一准是他躲在针线簸箩里偷听来的。面对着祖辈们繁衍生息的故土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我一定要为他们拍摄一部电影，给这些下九流树碑立传。真没想到我家的祖坟前竟还有一位百岁老人在守墓，在这儿他整整守了半个世纪。守了五十个年头啊。杨掌柜，
店铺两边有两条小胡同，这正是两杆窖杆子。哎呦，您要是把这旧房拆掉，在这盖起一座新楼，这是一顶八抬大轿。八抬大轿，好啊，前程似锦，不可限量啊！我杨某一定要坐上去。不过这座铺子在你盘下之前，一向是不走运。如果您把这德聚全的字号调一个个，叫全聚德，那便能一扫晦气，踏入坦途啊！全聚德，好名儿，就叫全聚德了。开张大喜的日子，谢了，潘师傅，一会儿请雅座。好嘞，来，有什么事儿咱们。全聚德，杨明全，我爹把这德聚全盘贷给你的时候，可没收你那份产业权。你当时答应说过去之后不改字号的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干嘛改了我德聚全的字号，坏我祖业家风啊？哎呦，花少爷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要是败坏祖业家风，亏你还说得出口。要不是你这败家子儿，你爹的德聚全也不至于落到今儿这地步呀。我是说过不改字号，可是我不能不听风水先生的吉言，不是？这么跟你说得了，这字号我是改定了。
杨明全，你等着瞧。花少爷，等等，我知道少爷今儿一准得来，所以特意备了这份谢礼。这里头有你们德济全的房产钱，剩下的是我的压箱底东西。就算是我背信弃义吧，可是我不欠你们德济全一分人情了。杨明全，饶不了你，走。大胖，小妹子，哎，早上点火，开灯了。把玉环嫂找来。玉环嫂，啊，把钱给忘了。你找他三儿去，叫他带你去。怎么后你知道怎么回事男人原来是咱们肉市上卖肉的，让车给撞了，残废了，残废了，懂吗？这样啊，不灵了。咱们掌柜的心眼好，瞅着他可怜，救济救济他。这男人能干吗？你这孩子那么矫情啊，不干他吃什么呀？是吗？走吧。
哟，是葛师傅啊。啊。哟，掌柜的叫我。啊。哎，我这就去啊。那我们先回了。这位兄弟是啊，我还差点忘了，这新来的伙计叫田顺，往后啊就由他伺候咱们掌柜的了。您这儿呢我也就来不了了。瞧这话说的。你傻看什么呀，还不赶紧叫嫂子。好看点。哟，哎，四二娘，好。见了。
您这是奔哪儿了？哎呀，我们这老哥几个呀，啊、正要上你们三合去呢。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江湖满文嘛，一个地方待长了，总想挪个地方新鲜新鲜。哎，各位爷，我们这是刚开张。八折优待，您瞧，今儿的我们各位爷就在这儿候着呢。好、啊，陈先生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好吧，好，就在这儿啊。好，张头，夸您的吧。好，走来了，里边请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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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端在我张妈的账上，您要是吃好了，可别忘了照顾我们买卖。张妈，你怎么知道今儿老朽做东呢？瞧你这话说的，如果干我们这行的没有这点眼力劲，怎么伺候您老人家？哎呦，你们听听看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！您老是过奖了，干咱们这五子行的有什么名呢？各位爷，吃点什么？你看着办吧啊！哎，各位爷。您进门看见烤鸭了没？好、就来烤鸭两只啊！哎，另外呢，冷荤热炒，酱好的给我们上。好爷，我可不瞒您说啊，小店是刚开张，冷荤和热炒可不全。今天几位爷来了，哎，我叫到下边是现买现做，也让几位爷满意，怎么样？好，跟着瞧吧，我唱个菜单。看正经各位爷的怎么样啊？哎，行，咱们大家听听啊。听听听听，今天是八位爷，咱们是小碟大盘十六菜，要芥末鸭掌七寸，刀鸭翅七寸，酱鸭掌七寸，盐水鸭肝七寸，刀六鸭三白七寸，烤三丝七寸，六腰肝七寸，清炒虾仁七寸，中碗烩鸭子煲，大碗烩三鲜，大碗烩全家福，鸭脖子熬白菜一球来，这叫大吉大利。好、陈爷，陈爷，我听您的口音，您是浙江人。哎呀，是啊。那好，咱们清蒸桂鱼两尾，爬鱼唇一斤，红烧海参一斤，香酥鸡一大盘，这叫吉庆有余。各位爷子。哎、啊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啊，不赖不赖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好，各位爷少喝，陈总，好。杨掌柜，二少，哎，有您的。哎，可是咱们菜还没有啊。掌柜的，你别着急，我让田顺到十分块去，就说我这些菜是我头牌要求的，找他配合，他会让你炒就得了。那这饭的场子呀，掌柜的，这些老头啊，不是公子一老。就是名门之后，他们曾在一起吃喝，走到市民圈，俗称老头会，拉着一次，再拉着八次，拉着八次，就等于是他们一团不走的客人。大叔，哎，果然是高手啊！我杨永全绝亏不了您，只要您高兴，比什么都强。一家人，一家人。哎，杨叔，哎，刚才张叔唱的菜你都听懂了吗？哎，记住了。整菜是什么呀？芥末鸭掌七寸。刀鸭片七寸，酱鸭煲七寸，香酥鸭肝七寸。哦，汤呢？鸭脖子汤熬白菜一出海。啊，会什么？会中碗烩鸭四宝，大碗烩三鲜，大碗烩全家福。好小子，有你的啊！来，去吧。哎。面熟，您是？这位爷是热河省督军府冀督军的大公子冀大少爷。哎呦，我说呢，原来是冀公子驾到了。快叫见过冀公子，啊、快来见见见。这是我们新来的伙计冯贵。冀公子，哎，这就叫不打不相识。给着，伙计们拿着分。二叔，给大伙喊一声谢了。伙计们，季公子赏谢了，咱们喊一声谢季公子。好，谢
夜尿炕。我也不知道，累了就尿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尿？尿，要是不往被窝里尿，什么玩意儿尿？行，这会儿干，别去，掌柜的还等着你去监狱欢嫂呢，去晚了，又该挨骂。走吧，走着。挺机灵的，烧烟泡我一浇它就毁了。咱们都蛐蛐干嘛呀？不知道吧？咱们请这主呀，套豆虫，不送这东西他请不来。花那么多钱，犯得着吗？哎呦，你可不知道，吴一勺这三不沾是咱们京城这一绝，你懂吗？得了。
见外了不是？你哎，吴师傅，我杨明全可是真心真意的请您，往后绝亏不了您。嗯。两成五的买卖，比这多一倍，您琢磨琢磨。杨掌柜，嗯，要求我可不是一个人，还有谁呀、啊？孙铁杆。行，可是有句话您可别介意、啊。嗯。得比您多半成。张山，绝无戏言呀、啊，走着。前面楼子了，哎哥，前老人呢？走，走，走。
也没辙。你们这帮他妈小妹妹的合在一块儿，他妈挤得我，老子他妈就是不去！我操！呵，你能耐啊！我说怎么着？走着吧。回头这狗性子起来了，伤着您哪儿了？这我可担当不起这事儿。他这脸可是说变就变。大兄弟，你把他俩畜生弄走行不行？这个，您往回走，准没事，他不咬你。走着，走着。三儿，您别让他追了您了。咱们这，你可真他妈够损的您。该着，你也真拉下脸来啊！摔我大养蹶子，连撇都不撇一眼，活该吧您这！嘿，你杨家掌柜的多好啊，请了个孙铁杆，把哥们的饭碗都给顶了，你多仗义呀、啊、你！还甭说，我还就是够仗义的。哎，我不让你当二掌柜的，我不稀罕什么二掌柜的，就会烤鸭子，还是焖炉的，烤的还不错。哎，您不是不知道。建一方、古云楼、六合坊、明轩斋、聚美楼、东海馆什么五的，哪边不是焖炉烤鸭呀？就您这出幺蛾子啊！挂炉烤鸭，请了一个烤猪的，把鸭子当猪烤。那好啊，干脆您呢，您叫烤猪全聚德得了。你还甭这么说，哎，这焖炉鸭子在咱们京城，它也算是遍布大街小巷了，说起来也有不几百个年头。我就总琢磨着，咱们全聚德要想在这京城里头站住脚跟，他就得多闯一块牌子不成？哎，这么说着，这挂炉鸭子他可就是地道。虽说孙铁杆他歪打正着吧，哎，可听他白话着，原来在宫里头这就有这么个烤法，本来是不让外传的，不是？眼下皇上退了位了，这秘诀让我杨明全得着，这也算是老天他有眼啊。啊，得了，哥哥，您说的也太邪乎了，您了。哎，这么着得了，大炮，咱们先试不试？要是他挂炉不成呢，你就还回去烤你的焖炉鸭子。可咱话可说回来了啊，挂炉要是成喽，您就给我当您的二掌柜的。怎么着，兄弟？哥哥，您饶了我吧，我他妈大字不识，当二掌柜的，我那不是聋子耳朵吗？那不是？你要这么掉腰子。我可拿你没辙了啊！黄阳泉那不是等着您的吗？您那儿请着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小妹子，走啊！小，我操你妈！小妹妹的你个。痛痛快快玩几天，等过了十五，咱们全聚德就要正经八百打着大饭庄的招牌开张了，托灶王爷的福啊啊！咱们全聚德有了孙师傅的挂炉烤鸭和吴师傅的独家风味，咱们一定能蒙扬京城啊，独占的一方。有人说了，咱这挂炉烤鸭是没屁眼的事，非砸了不可。孙师傅，您说说，能砸得了吗？
咋？我孙铁杆先烤这些给大伙尝尝，要是有一个说不成的，我把这烤杆当柴把它烧了。好，伙计们，祝你一番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歇着去。哎，王贵啊，
哎，抽两口。
亲兄弟。二牛，等杨老板死了，我一定把他埋到这儿来陪你，他也得死，到时候我也来。二牛，果然全聚德会把咱们给吃掉了，啊，是不是？没想到这挂炉烤鸭还真他妈招人。是啊，那吴玉朝和张八都有绝活，咱们的人还真比不过人家啊，是不是？那小子要是咱们的多好啊。那太好了。哎呀妈的，全聚德弄得老子给国术馆捐钱都拿不出来。是啊，你不要在广和楼搞一次武术表演吗？你不给国术馆钱，人家能帮你办事吗？啊，说的是。什么了，掌柜的？这胡鸭比佛鸭便宜多少？便宜一倍还多呢。就这么定，就买的胡鸭。哎呀，掌柜的，那可不行啊！有什么不行的？这胡鸭和佛鸭烤出来的味道可不一样。胡鸭瘦，肉发财，不脆不香，不酥不油。嗨，你怕什么呀？你说谁像你似的能吃得出来？再说了，咱把这价钱压低一半，一来呛了他的顾客，二来咱呛了他的生意。咱们的鸭子比他便宜一半，不怕他顾客不来，就这么定了，就买这胡鸭。哎，杨明全就等着瞧。那就到了。出幺蛾子了？什么幺蛾子？嗨，华云国啊，从昨天起，他那鸭子价格就降低了三成。咱们的老主顾去了不少，大销量比较比咱们好啊。对啊，吃烤鸭的人可真多。这小子真他妈动真格了。哎，掌柜的，咱们的烤鸭价格也降低一点，省得叫他们鸭子怎么走。这价码啊，不能降。不但不能降，还得抬。抬？哎，抬？哎，你们掌柜的在吗？啊？哟，黄先生，哟，杨掌柜，有事
收，1200块，你看怎么着？哎呀，黄总，你看这多亏您了啊。嗯，厅长这么看得起我，改明儿个，全运德包他满意。啊，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明儿见。啊。哎，黄运德，怎么着？哎，怎么着？哎，小易，这不见外了吗？别整这个，别整这个。小易，别小易。要是你们的鸭子不好，就是送我金的，我也不让你们去。哎，啊，小妹有什么事儿，您尽管吩咐啊。这事儿，哎，好，就这么着，明儿见啊。恭送恭送，老总啊。嗯，明天就看你的鸭子了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好的，好的啊。哎，小易，这主不赖啊，还行。哎，张师傅，传我的话，明儿歇业了。出外会，好。哦，哥几个也看见了，今晚的价格有点叫板，咱们兄弟都麻利点，是吧？好，行好，行好，行好，走，走。这个阵势下去用不了多少日子，准击垮他全聚德，我告诉您。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不定哪天咱们碰到一个不认识的施主。哎你给季公子上的是伯牙草的吧？那还有错？这你放心，凡是施主都是我亲自上的伯牙。哎，我说这鸭子有大有小，就是乌鸭和伯鸭的味道也不一样，是这要让人吃出来怎么办呢？嗨，你管这是干嘛呀？嗯，掌柜的有招。哎，小哥来啊，这鸭子不比陈记得的好差。哎，是啊，大少爷，味道怎么样？好，因为吃好。哎，好，来来来。鸭子，我觉得今儿这鸭子怎么有点不舒服？对，对，我这儿您尝尝，差点。哪有？少爷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季公子，今天鸭子吃的有点不对味儿啊。是啊，季公子，嗯，您明明，这不酥不脆，您尝尝，您明明，鸭皮也不酥啊。您品品，您尝尝，我这您尝尝，季公子，这味儿，这怎么样？您这不是伯牙，是胡牙呀？什么？是胡牙？胡牙？你瞧，哎，这，您瞅您这鸭子这脑袋，又扁又窄。哎，您瞅我这只鸭子这脑袋，又宽又厚，不是一种啊。这胡牙个小毛打烤出来，肉柴皮不嫩，知道吗？伯牙呢，起小南方的种。哦，大明朝在咱京城东郊朝白河扎了窝了。专吃着运粮的船落的粮食长大的，哎，肉嫩皮酥，不信您尝尝，哎，尝尝，少爷，尝尝尝尝尝，哎，嗯，少爷，妈的，不一样，他净画着
净着糊弄着啊，还得摆摆讲不讲座呀。少爷去挂上，过来。大少爷，这大少爷，警察，警察来抓你了。抓我啊？警察啊？你胡说什么你？怎么着？你等，我说这个几位爷，您这话您哪横着啊？姓姬的，你老子犯上作乱，玩他妈兵变，现在漏了汤了，已经被捉拿归案了。嗯，嘿，我早看出你这上面有令，把你也逮起来。走，哎，我说，怎么回事？走，哎，我说怎么回事？猪肉是好东西，咬了我的生意。嘿嘿，几位爷您慢慢吃啊。桌子大人，玫瑰枣味儿。猪八戒摆手，不伺候。对，去。周爷，那个。
thank you. Sorry, sir， 你的狗不能进去。What do you say？ 我是说这个 your dog can't come in。Why? Why so? Why can't the dog come in? I cannot leave the dog outside. I want to go in with the dog. 我是说你这只狗不能进。起锅的时候不小心呢弄在咱那盘菜里头了，
慢慢点，小心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是没听说过。几位爷可能听说过吧？咱过去不是有那油炸鸡米、油炸蝎子，我怎么？啊，对，他的油炸蛐蛐，他洋人特喜欢，他就好这一口，好吃吗？哎，好吃啊，好吃。哎，这么着，几位爷有雅兴的话，我给您们上一盘。哎，行啊，咱尝尝。就是稍微贵点。要多少？多少钱？恐怕这一盘也得怎么着也得顶咱们这两桌。啊，两桌。还是丈夫一勺子三不沾。对，你别稍后，马上就来了。好，别说，吴师傅，现在您是狗黑子穿麻褂，露了一手啊。张口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嗨，马二拐子单一他要吃鸭子，非让我去骗不可。他吃鸭子让你骗，你说他是不是有一腿啊？错了，两腿。如果没有两条腿，你那蛐蛐怎么能蹦着你油锅子给炒了？张头，你损吧你！养虫他妈二十多年，还没出出这个事儿呢，准是他妈有人害我。妈，你瞧这话说的，咱们都是走江湖的人，这可是砸饭碗的事儿，哪能呢？哪能？事情不是过去吗？以后啊，注意点啊，咱们你的三不沾。什么？三不沾？啊？谁说要三不沾了？钱子坤那会儿，他妈胡说八道，冯贵压根就没报到这菜。什么？不是。冯贵啊，钱子坤要不要三不沾？没有啊。嗯。他要了，唱歌吴师傅听了没有？啊？我。没有。你这个脑子。吴师傅。对不住，我忘了，真忘了。告诉你们，这菜不炒了。哎，我说吴师傅，别介，这回您给我个面，下回我记着点还不行吗？我吴一勺长造二十多年，还没有炒过回头着吧的菜呢。哎，吴师傅，常言说得好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刚才您炒菜不是把蛐蛐都炒进去了？冯贵忘了上了一道菜，您就不能多担着点？嗨，你还别提虫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一提虫啊，今儿这菜啊，我就是不炒了。哎，吴一勺，我可是告诉你啊，我在上面候着，上两道菜的功夫，你还不上你的三不沾，到时候可别怪我张八不讲交情。你别哭了，找人被拉扯，三不沾。杨老板，刚才詹子先生说你们这挂炉烤鸭比焖炉烤鸭香脆，又没有烟火味，这是为什么？好，这个挂炉啊，它是果木明火，焖炉呢它是熟悉暗火，这果木经火一烤啊，它有股清香味，那能吃在鸭子里头去。哎，这明火呢，它能去鸭子的湿气，吃起来它又香又脆，哎，而且上色它也均匀。再者呀，它这个焖炉啊，它一炉只能烤几只，而且它烤好这一炉啊，再换下一炉。这挂炉就不同了，它一炉烤十几只，而且烤好这只它可以换那只。这么着呀，它一天烤出鸭子呀，就比那焖炉啊能翻几番，它买回呢，它也自然就好。没想到这么有学问。总干部先生，我好干部先生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掌柜的在吗？在。哎呀，明儿个我还想请几位外国朋友来吃饭。哎，那没问题，赶上您来了，我给您上全鸭席。哎，那可太好了。您看，这个够了吗？这怎么？嫂子，哎，
小姐要是赏脸的话呢，您把您那辆车能不能给我？车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？有时候我们老王那个在院送鸭子我的呀，他骑那车呢又快又气派。哎，可是、嗯、你会骑吗？我不会骑。那好，我教你。好、啊，行。哎呀，高壮啊！这后是你们那个嗓子眼泪。好了，好了。哎呀，陈氏兄弟，哎、干嘛送这么远啊？啊不，你快回去吧。不，宝子、啊，你听我说，那个老板他没事儿，您今天别在意。那个老板他没有那个什么，你这个女的，她今天她没什么，刚来，她跟我们老板还吵了一架呢。陈氏兄弟，啊，我今儿啊。来提点活，顺路到店里看看去的。嗯，正好我手头呢也还有点宽裕，先拿去给掌柜的用。再拿过去。我们现在有钱，这自打改了挂炉烤鸭以后，这奶奶比以前好多了。嫂子，我的一点心思，你拿着吧。陈氏兄弟，你回去告诉掌柜的，我今儿就不过去了啊。嫂子，你听我说。嫂子，回去吧。哎、志恒，没事。哎，跟这儿玩呢？哎呦，没有。葛师傅，嫂子来了。哎呦，嫂子！哎，那一会儿嫂子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好。刘大叔，来，我去取点活。哎，我跟您一块儿去帮您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葛师傅，我自个儿成啊。哎，好。有点意思。凌晨，嗯，哟，你今儿怎么来了？怎么着？你不叫我来，我就不能来了。哎，来，这些日子买什么呢？我给你做个双鞋，来试试看。你做的同事，合适。你信我，你试试啊。哎呀，我今儿累了。Thank you.
今天赶上这俩小子。那是啊，得把这俩宠怕呀。嗯，哎，有咒念吗？有啊，不过这咒就是损点。讲。哎，到齐了，你快去报菜啊！我怕吴一勺受不了，忘了一道菜啊！你吃饱了慢收着啊！哎哎，师傅，怎么了？一点一点，记性好着呢。他回回怎么折腾咱们？这回啊，咱也得让他知道，咱也不是好惹的。我可不许你干别的啊！哎。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。哎，这边有。嘿，今儿买的好啊，刚开张全买。哎，好不错，好了，你看。哎，小哥哥。上等的人参不受糕。哎呀，那也不错。感情，您先进来，回头我再给您淘回来。等你的啊。哎哎哎。他妈捏不好了，想治我吴一勺，咱们走着瞧。妈的，来杜虫，这回你，这回归我。师傅，我们这可想好了，现在唱吗？唱吧。哎，我是一号。呀，长沙三白七寸，浏阳花七寸，长山村七寸，红烧鱼七寸，红烧海参九寸。对，我十号。要烩鸭子煲七寸。七寸新鸡肉，酱鸭掌七寸，七寸半鸭掌七寸，鸭子是。听我们掌柜的没错，你看鸭票写的清清楚楚，平鸭票领两只鸭子，你看看格局全的印啊，没错，这不成吗？这，嘿，这怎么不成啊？这是我们格局全的鸭票子。他言不前说了，把我们德全全买了。他压根儿没想到，我从箱里边找出了这么多鸭票子。嗯，你看看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你去吃一次，以后你就可以常去吃。哎，这不要不给鸭子呢？嘿，那你就跟他们闹，闹大了才罢了。哎，哥，我这……哎，我说你啊，现在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还摆什么谱啊？现在是您这肚子要紧。我是看你没饭吃，可怜你，我再给你个鸭票子。你要不去，就算了。我去去，我去我去。掌柜的不给你一块吃。啊，咱去吧。嗯。走吧走。来是怎么着？想吃一桌？要不了一桌啊，两只就成。口气不小啊，掏钱吧您呢。我说，你别在这儿富，听见没有？这是德聚全的老字号啊！哎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走，走，红棍，我告诉你，甭狗眼看人低，有朝一日老子东山再起，没你好。哼。好小子，今儿个我就先占了你的便宜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住手！干什么？你住手！你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不，没事呢。没事，那就裹乱。裹乱你也不能在这店里打人呐。怎么回事？你看，这可是老黄历了啊！你瞧，德聚全，现在军呢？咱们这是全聚德福生，张哥啊。这鸭子我是吃定了，打死我也得吃鸭子。我就先打。鸭本你不开，我看你还想不想开这房间？来，打季公子，你还想不想吃鸭子？嗯嗯，吃。您要再胡闹，您就甭想吃鸭子。哎，我不胡闹，不胡闹。哎，好，你听好了，看着咱们这是老主顾，您又有这种鸭票子，这两个只鸭子，哎，
我掏钱，我请客，怎么样？您啊，就甩开你的腮帮子吃，吃完了您咱们就走人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哎，成，好，成，文官，领他吃鸭子去。干什么？你这是？好吧。走啊！Thank you.
他。没完。好。像林泉那样，你总惦记着，有朝一日能给自己个儿一块牌坊，让大家伙知道，让后人记着，咱们下九流也有出人头地的时候。可你们，啊，为了芝麻大点的名分，整天一个窝斗来斗去的，能有什么出息？八辈子都让人瞧不起，八辈子都是下九流。红坤，大炮，你们跟我走着，远远的走着，永远甭回来见我。华云奎呀，华云奎，看在你爹待我不薄的份上，我忍着，我让着你还不成？可你也不能欺人太甚呢。华老掌柜的，这一回我可就对不住您了。心神不安的，哎呦，院长，我告诉你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嚷嚷的要你们歇几天了，啊，黄院长，你看您这话说的，他别人心里头没底，您心里还不清楚吗？嗯，咱全一朵可是正经八百的买卖呀。我告诉你，黄院长，昨儿这事儿啊，他有人跟我故意捣蛋，跟我过意不去，为的是我亏不大了，可是，真的，杨掌柜，啊，我可不管你是赔是赚的，不错，啊。我只管这街面上的治安，这治安要是搞不好，我这乌纱帽可就……黄先生，我知道我这人为了维持咱这片治安，您辛苦，您受累，您操心了，咱心里都有底，咱们是不是？这么着了，明儿我给您跟您的兄弟啊摆几桌，小姨，您先收着，明儿我给你府上送几只大鸭子，大点烤好，你送的，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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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甭客气甭客气甭客气。麻烦你啊，辛苦。哎，杨掌柜，哎，明儿就搓几把去啊，啊，回去。哎，成成成成。
回来。你怎么了？去吧，去吧。嗯，杨老板，这酒怎么样？可以，有点意思。那我再去拿一瓶。你跟我来，来呀！啊，蜡烛点上，弄哪儿啊？那对我这不是诚心的，这这挺好的玩意儿，这值不少钱这个。哎，别，我赔你还不行吗，小姐？这么得了，哎，我赶上我叫贵人给您送的。小姐，我您别生气，我告辞了。哎呦，兄弟，掌柜的呢？你这是，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啊，田氏兄弟，你说话呀！掌柜的到底怎么了？他没有什么事了。没有，他没有出事，他到那个小姐那儿去了，他穿着洋鞋。就是那个，你跟我说这干嘛？我回去吧。牛改庙会的时候买的，
的，我的好兄弟，嫂子不要。人们都知道，挺的是不容易，我过得都挺苦的。好吧，你拿着吧。嫂子，嫂子，我喜欢你，嫂子。你知道，我，你是为了二妞，咽不下这口气。嫂子依你。
份自己的过失。真没想到，这个小玉人的身上还有这样一段心酸的故事。我想，要爷爷见了他，一定会激动地颤抖起来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只是对我笑了笑，然后就呆呆地望着远方。老爷爷一定是真心爱过我太姥姥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独守坟茔，一守就是半个世纪。我突然感到一种茫然，你回去吧，告诉掌柜的，过些日子我就过去。掌柜的也不是全为了，给你请了个算命先生，想跟你算一卦。你回去跟掌柜的说，我这副模样会冲了他的喜性。嫂子，我还能有什么好命？算了，回去跟掌柜的说，过几天我就过去。张儿，听说了，掌柜的要娶玉环嫂了。嗨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嘿，您真不知道，玉环嫂那孩子不是掌柜的种，听说是田顺。哎，葛三儿，你少胡咧咧呀！这几天掌柜的正憋股子劲儿要跟华应奎干呢，你少找事。得，算我没说。张儿，掌柜的那招可够损的。厅长的老太太过世，做白喜事。哎，带上我得了。你
一边待着去。哎，我上次可问你二人咋了，怎么没留饭吃不是？你别跟他起哄架扬了好不好？你肩膀那个担担手不能提来，找地方凉快去吧你啊！哎，王麻子！哎呀，得得得得，真他妈赖！去那和他干活，给他一趟。没事的，王大爷，走。缺德，你瞅他们家那贼操！行行行，甭说甭说。老三儿，我问你，这事跟玉环是真的？掌柜的，您还信不过我？您说我伺候咱嫂子这些年，地根就没往歪了想过。你瞅他那身肉，能闲得住？老三儿，哎，你他妈有大爷没有？哟，掌柜的，自当我没说啊，自当我没说。真的，哎，我说的全是真话，这事儿一准是他妈杨明全干的。是是是。妈的，他这是冲着我来的。好，把你们放回去，替我盯着点。哎，只要抓住一点把柄，我就。找一个年轻好相貌的。
你心眼够活泛的。我看你倒是想找个年轻好相貌是吗？你胡说些什么呀？谁胡说呀？我问你，那天晚上你跟田叔在这屋里干什么来着？啊？说呀。我没干什么。放屁！没干什么。狗三都看见了。Thank you.
三个伙计倒卖窝藏烟土，怎么回事？什么？哎，有这码事没有？没有。没这码事的，胡说八道。没有，胡说八道。没有。我亲眼看见您把烟土交给他葛三，你叫外面的，姓华的，你他妈绝口不言。就是，胡说八道。瞧见了，是冯贵交给你的。警长，要是搜不出来怎么办？要是搜出来怎么办？要是搜出来，我杨明全蹲大狱去，与他们无关。可话说回来了，要是搜不出来，兴许你也活了明儿个，还有他们两个了。那好，咱们就试试，弟兄们，走！杨明泉娶了玉环嫂就给冲掉了，难道这就是下九流问的命？可怜的玉环嫂，要是她不死又该怎么生活下去呢？这个鸟窝空空荡荡，鸟儿不知都飞向了何方，全聚德的伙计们呢？你们又都在哪儿？没有人知道这座残存的牌坊，只有这古老的钟灵在不停地诉说。